好，来看到秋意渐浓，在南投山林溪有上千棵的枫树啊，从十月底开始陆续转红，最近可以说是进入了盛红期，最佳的观赏期限估计到本月中旬，不少游客特地前来要一睹美丽的风景。枝头上一束束火红的枫叶，就像焰火绚烂绽放后留住了最美的那一瞬间，让人看着看着好陶醉。入秋的山林溪，四千多棵枫树换上红艳礼服，游客到访享受绝美风景。枫叶真的很漂亮，值得上来看看，真的很值得，非常漂亮。特地来看枫红吗？对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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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、啊。诗情画意啦，哎哎，对对对。南投山林溪海拔1600到1800公尺，每逢十一月，翠绿的枫叶陆续转红，像极了一片片炙热火焰。民众欣赏美景，同时不忘拿起镜头捕捉。找到大物。那山林溪呢？现在的这个枫叶哦，是大概90%到全红的状态哦。目前预估呢，这个枫红大概可以持续到20号左右的时间哦。枫叶刚转红不久，游客人潮陆续增加，把握绝佳赏枫期。而到了十一月中，园区大量黄金水杉也将由绿转黄，上演变装秀。金黄山叶与枫红交织争艳，山林溪的大自然惊喜等着游客一探究竟。记者魏少宇、施品华，南投报道。